好，我们现在到该到都已经到了哈，我们要开始开会。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开始哈。那我们今天协商的主题哈的议题就是原商行政院函请审议司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的相关事宜。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下今天列席的行政院各部会的所长及代表哈。首先我再介绍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何副秘书长，再来是朱泽民主计长，再是张传章副主任委员，好，这个是经管会哈。再来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王处长王德威先生，哎，经济部沈荣津部长，啊，部长哈。再行政院农委会陈天寿副主任委员，卫生福利部何启功政务次长。劳动部许明春部长，还有财政部长，财政部长苏建荣。好，财政部苏建荣部长。好，还有呢？好，介绍完毕。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协商哈相关议题。今天我接到的哈这个如果我有讲的不对，大家再提出指教哈。我接到就是委员会的保留案哈，一共有34案，包括行政院通案16案，通传会1案，经济部8案，农委会6案，卫福部1案，财政部1案，劳动部1案，全部就是34案哈。然后另外民众党新提1案，时代力量党新提2案哈。这个部分现在手上有的就是这些。那委员会已经通过了，院长189案，我们有新提4案。好，新提4案，好，没关系，再拿出来这样哈。那我最主要报告就是说有新提的啊一部分，新提的就是这边3案，那现在那边是有修正说是4案哈。那我刚才讲就是说委员会保留案的。那有34案，我们今天是不是先针对这个保留案，大家先讨论，这样好不好？那新提的，因为还要他们有的还要沟通，所以必须要给他们一点时间。那针对34案先协商，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请大家发表。谢谢院长，在这个我。这个同意院长刚刚所提的这个审查的这个程序了哈。那不过我先提一个跟这个程序比较有关系的哈，就是国民党党团哈支持说礼拜五哈可以来处理哈这个预算案哈，这个我们同意啊。那另外就是说，针对这个。提案的部分哦，因为国民党这边还有一些案子哈，还没送进来哈，应该可能有30个案子左右哈。那所以在这边建议啦哈，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议程哈，就是党团协商之后，然后礼拜五来处理的这个议程，可以大家先取得共识。那我们希望是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哈，让国民党提案。那另外一点哈，我也要指出来了，就是说上一次在院会，在委员会处理的时候哈，因为没有特别提到哈，这个提案时间呢哈，没有特别提到，那所以呢，上一次这一次的这个朝野协商的提案哦，要比较冲促一点，好，委员会审完之后的提案，这个因为当时没宣告那个提案时间，所以。比较冲促一点哈，那希望哈，将来哈，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哈有结论了之后，不管在委员会或是在朝野协商，哈之后的相关需要宣告的事项哦，要宣告
这是另外一点哈，要指出来的。那另外最后第三点哦，要希望了哈，以往的惯例在处理预算的时候，在提案之后，到协商之前，那不管在委员会的审查之前，或是朝野协商的协商之前，就个别委员的提案哈，行政机关哈都会派员哈，先跟这个个别委员的做一些沟通了哈，这是以往，尤其在朝野协商之前了哈。那但这一次哈，好像也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时间很短了，也没有办法做沟通。那我们希望哈，这个惯例哈能够继续维持了哈。那所以希望在下一次协商之前哈，我们行政部门这边哈可以派员跟个别的委员哈做一些他们相关提案的这个沟通好跟协商，让这个朝野协商能够更顺利，然后也更有效率。好，其实这些几乎都是主决议啦。如果说行政单位认为可行哈，再跟这个个别委员沟通之后，我们这个朝野协商啊，其实就会很快速啊，可以的就不用再讨论了哈，啊不行的再拿出来讨论。所以好，具体建议哈，礼拜五来处理这个院会来处理这个预算案啊，但是我们希望在礼拜四哈能够再召开一次朝野协商，然后一方面啊有时间让个别委员提案，一方面有时间让这个行政部门的相关人员跟提案的个别委员能够做良好的沟通啊。以上建议，谢谢。好，谢谢总召。好的，请。针对刚才因为说总召所提案子哈，我看法是这样的。那给他先公，你是同意礼拜五处理嘛？哈，你要请院长问各党先问好，先签开再讲。你上次又不签，然后说没有签名，到礼拜五又不来，不要再搞这个游戏。公委要准省哦，你在卖什么葫芦，你有什么策略都没有关系。前面怪交通，我一一驳斥你好不好？好、哦，但是我先确定一点，等一下请院长确实问好，问好马上签。好、哦，这是第一点。第一就是说，你希望有点时间让国民党再提案嘛？那。上次我们宴会表决结束以后，我们礼拜五在宴会的时候，我也跟你讲，秘书长也通知各党，口头跟书面交，网络拢等同法律效应了啦，这大家拢讨法律嘞哈，所以你口头反对嘛，你也没有口头反对啊，大家一点点嘛，我一拍婆啊，到今嘛我无遵守，还袂使安尼啦，我讲完了啦吼。咱朝野协商吼，大家要诚恳啦。这条预算，你若讲要拖一个月以后，讲一句话，咱就拢买协商嘛，不要紧。不是每一次上次朝野协商五次，中间又跑掉，跑了两次，然后再拖，那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嘛。也没有什么新招出来嘛，只是拖延而已嘛，内容都不谈嘛。所以这咱就来讲真的啊，既然礼拜五，院长委由秘书长跟各位党团拜托，从拜，人家大家有什么案来贴出来，五六日一五四天，到目前拢无，这个你就对应到你所讲的，要时间让这个各部委去看一看嘛。所以我们是本来是一直从大概拜一董导、张董导来贴出来，我们用最快速度请各部委看完，然后马上坐下来，因为你只要三十万的话。我们不能超过拢紧紧啦，每个来好都门拜访，礼貌师傅都我们都 OK， 拢不要紧。但是本来设计从拜一中的，就今天就当处理了，所以就一天完整一天的时间，各部委马上去谈嘛。现在这么摆啊，摆不要紧。状元讲法就是说，你要什么宣告？请问在哪里宣告？是宴会宣告还是什么来宣告？所以大家以前这么多人以来哈。那一晚有关于什么时候开超，想什么时候提供资料，院长王院长过去一通知，大家拢福音啦，拢叫安尼从啦，啊，讲好就好，唔是讲口头讲好，无福音来，无真宣告就无遵守。我想这一点，大家以后运作规则上面要有很明确的运作规则，可能
我坦白讲，我昨天打电话问你，昨天跑去找蒋万安委员，今天是不是协商赶快我们来处理？我昨天在国安委员会，我去问你嘛，我知道国民党一定会有什么状况会发生，有一点不安详的感觉。他说我的专门去，我昨晚开来还来找国安委员会协蒋万安，给我发个兵啊，那够，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嘛，今天都无嘛，好，跟着感觉是，好。那你们讲啊，今天还是没有嘛？啊、今天是礼拜几？你们礼拜二？礼拜二。因为礼拜四嘛，哈、哦，二三四要处理嘛，哈、哦。好，横竖你今天要拿出来，不能又藏起来武林秘籍啊！等到当天要撸出来，然后说时间来不及，礼拜二不行。院长，我自己建议了哈、哦，先签改再讲啦。哦。党委先签改先。哦，今天弄些二，后壁今仔日要进行唔进行，拢会讲的。你当时要贴出来，看到嘛？今天是不是两百留在三十四案的部分？那个当然，我们继续讨论也可以啊。你今天不讨论也没有关系，我们都尊重你，好不好？嗯、但是那时间要掌握。他对于上次保留的部分哦，我三十四案，我认为九十七案、126案，那时候是保留的。我们现在再加上去再谈，好不好？好，反正都要重谈的吧，哈。我那这样。先签不着够讲，好了好了，我先写好来，我先签签签，院长，我先读起讲诶，我先读起，我较早从这部诶，无签无准审，哈，好，大家在使用，大家在注意，在审，来，那院长各位先进哦，我想这个预算，我是因为我是这个预算的召集人呐，哦，我主持超协商了，啊，所以全部的过程我都知道了，啊，我。全力配合啦！啊，拜三到武七岗，迄阵我都拢坐去12点钟啦，12个小时。袂说我即阵动诶，我是怎样动诶哦？因为这个是为了老百姓，我觉得不要分党派了。啊，那我们的总召也很诚意啦，就讲礼拜五要处理，要签就签嘛，这没问题。就是讲给我们一点时间，今天要协商，我也不会反对了哈。先协商完毕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里面的是拢真紧的。老实讲，因为没有删1块钱嘛，1块钱你不删，1块钱你没有冻结啊，除了是主决议。但是拜托柯总召，你家己扪心自问呐、啊，扪心自问，咱的行政部门跟我去沟通，跟我去那委员沟通，敲门有没有？有没有？我们报的案子有没有？有些有，有些没有。没啦，有些有，没啦。你收集案子是礼拜四、礼拜三中午嘛？礼拜四要处理吧？哦，礼拜四处理的、啊。对啊，礼拜三中午以前没有去沟通，没有啦。早上9点钟就开始，很多没有沟通啦。他们都拿回去看的，很多没有沟通啦。因为时间很短，不好刚刚讲，所以当场礼拜四当场在沟通。让我讲嘛，好不好？让我讲嘛，你们好好插嘴了，一定就配合啦，一定五个配合啦，要五块，要5毛给1块的，五个配合。但是问题我要强调。我要强调，你是我非常尊重的啊！但是见面两个要出怪招，我不会怪招了，没有了，我都配合他们。好、哦，你看那一天，一个丁丁，左右两个，一个丁丁哈，我讲我礼拜四一定给你出去，都一定给你出去，我讲到说到，好、哦，我要讲到做到就出去了哈、哦。但是我要平常心讲，我要平常心在过程的当中，好几个党团呢。那是国民党团、时代力量、民众党，啊，党团他们去提案，我觉得不错啊，这些人袂歹啊，啊也没有去沟通，马上就把我们咔嚓啊就，无你鬼安尼吼，我是安尼看啦吼、哦，没有删1块钱，也没有冻结1块钱，真的有什么做不到的？很少啦，几乎都可以做得到，改几个字就尽量给我们通过啊，就决定了啦啊，所以我具体的呼应总召告的就是讲，今天要协商，我没有意见哦，反正人都来了嘛，对吧？但是再多一天协商，哈、哦，或者多2天都没关系，对不对？那拜托各行政部门，我知道现在是都执政党哪个谁对吧？所以真的部长、部会所长。足侪拢无来沟通啦，唔是拢拢无来沟通，唔是哦。像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像劳动部的徐部长，足认真的啊，
很勤快啊，两度来沟通，啊，其他就没有啊，没有沟通啊，沟通，哎、啊，有的是这样子哦，金管会试一下沟通好了，哎、欸，在议场上就把我推翻了，手续费降2块钱，他答应的呢，他答应呢，哪个可能答应呢？哎、欸，去现场加病毒就不给我过啊，啊，这样子的话，我就讲，哎、欸、呀、啊，这个搞中校嘞，对不对？啊，手续费减2块，减2块钱，现在收15块钱，央行同意减1块钱，他同意减2块钱，啊，这个都是为老百姓着想，减少负担。疫情期间，大家都是想要说救老百姓，救辛苦的人，啊，结果沟通哦，同意哦，跟两科同意哦，啊，在议场上，老科都说，哎、欸，不同意了。啊，就这样子啊，啊，对不对？不同意啊，对杨天水公要来沟通，但是诚意沟通不是虚晃一招了，不是过水式的哈、哦，能够答应尽量答应，因为原则上都不删了嘛，1块钱也不删，1块钱也不冻结，好、哦、啊，还有好几个党人提的，我们现在钱这么多放出来了，大家一起监督。啊，上个网干嘛紧？啊，你嘛讲袂杀你。哦，比如这样讲，因为我是这个诶主席，整个状况我都非常清楚。哈、哦，我沟通，但是呢，行政部门沟通不算数，讲好了来议场就方案了。你看到，我要怎么弄？对不对？我问你的想你了。哦，所以枪出来。没问题，礼拜五处理，绝对处理。礼拜五处理，啊，多一天协商，多两天协商，啊，跟他定，对不对？多一两天协商，跟他定，完定嘛，你都让人都提案，是不是？因为都要给你们的嘛，好不好？哎，好。安尼啦，我先念一遍，啊，因你签的时阵，大家讲，继续过来讲，安尼好不好？好，来，我念一遍了哈。决定事项一，请各党团以5月5日星期二下午5时前。将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之提案送至财政委员会会长。二，财政委员会收案后，交各该委员会整理复印相关提案后，于5月6日星期三上午9时前提供。各党团及相关行政部门参考。三，请行政部门先行提案，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落实沟通，逼力5月7日星期四下午协商之进行。第四，各党团同意上开预算案不受协商冷冻期之限制，并于5月8日星期五宴会进行处理。好，那就。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开始，就这里大概是按照那个主要的发言的那个。那我补充发言一下哈。下面的签呐，看有意见。那签签委派了哈、哦，这个舒缓一下情绪。上礼拜周报表出来，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礼拜就赖世华委员主审嘛哈、哦，所以我跟赖世华委员就拜托，也跟林维洲委员拜托，这个啊、哦，这个一定要如期完成嘛哈。哦就是礼拜三、礼拜四，啊，你礼拜一排那个第一期的绩效评估嘛，所以上礼拜三、礼拜四就会审嘛，好、哦，那审完以后，我就拜托公，哎、欸，那就今天拜我一定要给，啊，总跟提案怎么样？就是刚才讲的程序啊，你说没有沟通，但是我是讲要实际上的情形的、啊，因为你礼拜三上礼拜三收案收到中午。但是所有各部的首长一直绑在议场里面，然后晚上7点都在结束。隔一天礼拜四要处理的时候，就马上要处理。请问他们要怎么去沟通？不好，没去玩弄门，然后我喝牛。所以呢，礼拜四当场你主持预算协商的时候，大家尽量讲啊，能够接受我们都就尽量接受。我想跟大家都在现场，那天也弄到下午2、3点吧，好，都大家蛮有效率的。OK， 有关于你讲的讲财经公司那个 ATM 手续费免征的问题嘛？因为财政部说 OK， 啊，金管会说啊，所以金管会金啊，金管会都不了解，财经公司是央行的，
所以这 ATM 里面所收的钱里面分为三块，成银公司一块，对啊，他同意了啊，银行尽管在沟通银行嘛，银行公家银行、私人银行，还有提供 ATM 机械厂商，大家按恰巧嘛，所以伊敢要整合银行、民间银行公跟白手金，伊也困难啦、啊。厂商提供人家机器也恰巧也困难，就财经公司是我们能是央行的嘛，所以央行那边你提出来说，央行说这个他有做说明嘛，说明就哦等一下去处理。后来央行我就问央行到底怎么回事，不过才知道说这有三块两个跳下来嘛，所以央行同意他减40%嘛，一休的部分，也48%，一休的部分，啊，别人厂商也无在去管，银行监管会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所以这个缘由是这样，不是说不尊重你，而且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你，因为吼你用交通交行，你就有信用的，哎。你讲一定出现，我拜是一定出现，无要就抓，你讲对无？我讲，你讲买在就抓啦，好，哦，所以先甲你感谢啦，好无？感谢哎，阿婆个，阿婆想过事情了。好啦，总召，签某你看，我签某个。签某，我签某。我跟老师请教一下，来来，先讲。刚才有讲了提案时间是等一下5点嘛，那因为这边有34案，其实这34案是从上礼拜四260案里面精简下来的，那因为国民党那个总召这边林总召你刚讲到你们大概有30案，那其实大家的创意都发挥在那一本了，这一本是保留的，可是等一下30，如果今天我们等一下花的时间把这个谈完了，你们的30案里面跟着重叠，那不就再来一遍，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说，等于跟局长拍谁了哈，就是说我们因为没办法确认说你们的内容嘛，这要尊重你们。所以看在你并公啊，基本没共无，还是公最零共，这大概共我好了。不，从前面再讲就生气了，好，将来再讲了。强迫我打，拢最后才讲。主席，不好意思，还有一个请问，就因为当天哦，也是因为我们柯总召这边作证哦，有把一些类似的合并了哈、哦，太多例子，这也很好了。但是合并之后，我也建议是不是应该要给我们提案委员看几类啦？某合并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天有交代、啊，那个翁同俊最清楚。有说现场要弄，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合并后的文字，以及是不是确定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变成提案委员呢、啊？就好，谢博文，我干嘛？翁同俊委员补充，我再补充啊，看庭前后那一天我，也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就是有提案。那天协商的时候，针对这一件事情有特别提出来讨论，原则上。我们把它整合成一个案，大家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这个整合的案子，我们希望他把原始的提案并在这里面，也列入公报记录，这个当时是有共识的。第二个，这个这个提案列在公报记录之外，我们的共同，这就是我们将来整合的意见是要经过每一个提案人同意的，这样子才算完成啊。那天我们原则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决议的啦，啊，另外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哦，我干嘛讲不理？我那个中小企业信保基金200亿的部分，你们叫我修，像上一次修，那就好，那就通过。你们今天又把我列在这里面，您给我叫那天艺术，总要叫上一次修，然后就通过，然后你今天又把我列在我这个案子又列在这里面。你们可以把那个当时的整个会议的情形调出来看一下。这次在修的。您达保留一个案呐、啊，啊，这个案您叫我照顶一届通过，落去修文字，怎啊照顶一届文字修？啊，修修的你都拿电话进来头底。来，我讲就好。来，好。OK。刚才林委员跟翁委员所提的哈，第一个，这是有些是有建设性的，相同劣势案子太多了。刚刚行政院主席总处的案子哦，第三、第四、第十一、十八、十九，好，去不了，弄赶快，那要整合一个案子来表，来的，那整合一个案子不行的话就表决嘛，不各党一个案子嘛，啊，整合一个案子大概让同意，那我们就要抓那个案通过，啊，警察的嘛，哈，院长的配备有没有发下去等等，内政部有一些那个内规要赶快处理，还有啊很多嘛，包括移民署，哈。还包括 NCC 实际上是一个案子，他提的都一样，那整合一个，然后同样都有提案的人全部挂名，好啊，现在没有挂名，现在不能再新增挂名了哈、哦，
我嘛好好签一下，买个同意啦，好。所以老赶快的，怎么用挂名提案的？至于这个案子有七八个案子，哦，内容大同小异，都列入公报，然后整合一个案子，这是那天谈过了。至于欧荣英委员谈的是132-2，有关于中环专用的问题，中环企业200亿一案嘛，哈、哦。你嘛，你就整个案子，就照刚才讲的嘛。公示版，你们修正出来的案子。公示版市场当场哈、哦，不是当场就拿出来了。没有，没有，没啦。不是，你我很丢，我都无。你个早来早去，草莓姐，他草莓，草莓姐，他草莓啦。你有些出来，有些不给的哈。那我现在哦，我跟你讲，你应该讲起来，这个要来咱那边协商进行，你爱打开，您下出来的文字，修正的文字，给这些提案人看一下，让他同意。好，哎、啊，咱今日要来协商，人唔带，但表示讲咱有尊重人。所以就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这嘛 ，NC 讲起来才结案啊，嘛，哎，叫 NC 写出来，啊，大家都当然有人都有看过啊，重新看待一次也没有关系。哦，包括内政部的，然后渔业署的，包括哈。主席总处的，我们都把整合一个案子，在现在马上写，是明天后天写，上次再发下去，各党党编再看一下，按你买菜。所以针对这个时候说，为什么没有去拜访各位？因为拜上回家七天我，你刚拜在一起的才去处理的嘛。那个所有的官员都从头到尾，从早上到晚上七点多，那是吧？很就你今天，我到最后是有人跳给我，应该从他在里面去了。所以这点请你能够谅解，但是呢，假如今天我们把程序讲清楚，啊，刚才讲的要整合一案的，各部会去弄出来，哦，然后呢，我们明天来协商，或者后天协商都可以。但是呢，我希望就是说你们的武林秘籍要拿出来嘛，我拿出来回去看，你要给各部会沟通。5.5，5年啊、你还在创造中是吧？有啊，那个都上面写好的。写好，这秘籍沉淀很久。念很久，我看有限了、啊，有限了、啊。很好，几张是吧？哪节30厘？我来讲了哈，五点嘛，五点一句的，哦。啊，你坐等看，啊，明仔载要拜访就拜访党鞭就好，就拜访党鞭就好，不要讲迄许叔啊，你找个党导去找伊，迄个一对乌白币，哈、哦，没有没有，党鞭代表没有这样搞法的。各委委员也帅啦，各委委员无迄个代志，各委委员汪凤姐许淑华因找难道去找伊，伊讲我明仔载无来，而且讲我连休，无可能。立法院就党鞭主立法院嘛，你不要再刁难各部会，好。曹尔祥就党鞭主立法院，在立法院的事情，在立法院。啊，你讲叫人无去拜访啊，拜访党团啊，那是无意思啦。无啊，就党党团提出来。党团的意见我嘛袂当完全听伊的，对不？这党团办嘛，曹尔祥都是党团在处理，哪有你没有在发明这个？明天坐下，后天坐下来说，你没有办法，哪一个没有办法？那个不能这样搞法了。党团，党团，那么就大家去喊。你当个一个部长，一时无法度。这个提案，30几个按30几个，去撞来撞去，哦。各人的委员，各人的决定。哎，不是你国民党党团的，因为时代力量，因为民众党，大家都搞不好，他也提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有效益，很尊重立法院的方式，就党鞭。你效益尊重啊！那立法院正在顾啊哦。这个啊，这公安的公布都去啦。懂得。后日个一定讲。你做九届，我做八届啦。啊，你大家做这顾啊，立法院我还稍微尊重一下啦。问题，我公布都去安怎？因为造成后面要落实执行的时候有点困难，所以尽量党鞭代表嘛。这真的你，然后党鞭说啊，不利一个某党员。哎。这样子啦，代会这个哦，就是说去沟通是立法院啊、哦，这个委员办公室嘛，不会像你讲的什么南投啦、台南，对不对？啊、办公室，而且这个这样的，你会打工姐，你帮个这个拜访哦，这个拜访哦，也没有人会来跟你计算，说阿喜到底下面人，我讲讲点可行方案，那卡扎龙武去将拜访嘛，又不是第一次，卡扎。他炸党的东西用党鞭为主啦，好、哦，第一个、哦、都无这个代志啦，你做九届我做八届都无这个代志啦。不是啊，你有你都表明那个，迄党委员尊重一下，去人拜访都应该啦。我明尊重，你讲话较对好无？你去伊的办公室，伊若无伫咧，那没有关系。你上一件一定去找你，对不？原则就是请东团，东团讲，哎、欸，这王同志的代志我无到处理，你也请王同志，对不？这有这种情形，阿伟讲啊，这有的他们打电话去问一下。
差不多什么样意见拢差不多拢知影，啊，应该这个原则啊，不要说每一个都问到懂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哎，这个来院长，我没有办法代理这个院长来了，这这个老柯讲，赖委员，老柯讲的话也不能讲，老柯讲的也不能讲全没有道理，但是你有一个矛盾了哈，你讲因为我全力配合，多谢你给肯定了哈。是我就是因为全力配合，礼拜三才审完，立法院的工作同仁才有会哦。迄大家是叫叫嚷讲，哦，我咧暗时啊无时间咧处理，你要听你咧讲，啊，因的时间真少来拜访，就这个道理啊。啊，既然这个动作都没有做，啊，起码来讲时间有稍微长一点，啊，这个拜访一下，他不在就不在嘛，这个物件也没什么了不起。第一个，让我讲完，让我讲好不好？第二个，我一定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哈，那个会审的案子我都同意，我觉得总召的总召的总召经验嘛哈，他提的可以，但是要尊重委员。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有一个案子你们写好的整合版，我记得非常清楚，高鸿安委员就来跟我讲不同意。高鸿安委员他就不同意他了，所以他都要抽出来。以往自己和共同经讲的不一样的东西，对啊，所以他就说他的不一样，艺术的是说，有意见我们都艺术的是说，你整合的案子不一定整合得了每一个委员他的意见，有的同意，情况的看清菜了，可以了，啊，有的委员就说，不需要，我这个艺术没有表达到，啊，除非就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让他单独一个案子，或者是你再把它改文字改成说，啊，一块两送一三零，啊，就是这两个两条路，啊，这个都需要一点时间了。好，所以我是讲，既然我们的总召、我们的书记长、副书记长都已经签字了，拜我绝对处理的。拜我绝对处理，跟这种你多一点阿萨主席的，哈，见面三分情，那是讲。那我们现在继续。但每个委员都是一样大了，每个委员都一样大，都要尊重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鸿安委员特别跑来跟我说，这个整合的意见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见不是这样，内容不一样嘛，不一样，所以你把我整合在一起，他是抗议的，他上网嘛，他就抗议了，他时间嘛，对对，所以他是说，他是拜托一定要抽出来，我说好，啊，我等下做决议啊，所以我就决议说让高鸿安委员的案子抽出来，这个就是我的庭前错啊，啊不然你就是行政部门在盖。该公他说，安尼有靠的话，是啦，高鸿安委员决议啊，那侬就尊重，因刚他讲。表示他意见，我们都尊重說。说啊，那个两个内容不一样，啊应该是独立的。这个翁同军坦白讲不一样啊。哪个我跟你讲一个实际的，跟院长报告了哈。这院长我很尊重了，他来做的做院长料哦，该讲对他印象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没办法，好，这院长。泡酒泡了。啊，泡泡。好，来，就这样子。不要吝啬你的掌声嘛。既然礼拜五都要处理了，也就剩主决议。啊，这么多钱，我们各部委首长，你们的金脚金手就走一下嘛，都要夹起来。啊，我都来了，他不在，我来几次不在，啊，你俩这没有什么，这不需要提，一定提行政部门说，啊，莫提只能去党团，那种感觉，哎，我们党鞭是轮流的走的哦，党鞭不是我们的长官呢，党鞭不是我们的长官呢，他是替我们服务的嘞，大家知道这一点。立法院真的主体是立法委员的，不是党鞭，也不是党鞭最小了，还党鞭党鞭好污了。他这样子，总召就是什么前世叫总是很着急，你知道吗？对了，召委是很着急的。对了，召委很着急，但是你看我多配合，全力配合啊，对吧？哦，那叫你一手走啊，但是你已经讲了，因为没有时间赶，在党这么配合，所以你们的行政官员没有认真去跟我们沟通一下。啊，就这几天给我沟通一下那年啊，老师啊，是讲一下呢，讲几年那年。那院长，我自己建议好不好？来，刚才那些算够长了哈，咱就讲正经的啦哈。那就是讲，今仔有个技术行落去无？那我看这种气氛就是说，哦，你们赶快提出来。那这两天，好，提出来。那等一下，你要礼拜四就礼拜四，明天一天赶快去沟通。啊，能够找得到尽量找，找不到用电话打个招呼。基本上以党鞭为主了，像翁同军那种老牌的，一定要亲自去拜访啊，这样为上，好、哦。
好嘞，好，好嘞，好。现在我们交流修正一下哦。以委员为主，打电话去问他。他没有时间，就交给党编嘛，定。委员为主，我来，我来会议说明一下，好不好？好我来会议说明一下。你先我大家清清淡淡讲一下啦。我那有感觉讲含过去有较差啦。不啦，真正较无咧尊重，即个尊重啦。尊重啦，等下就去对行对行来造谣。民众党的翁从金先生。他是民众党的，我告诉你，我妈妈跟你官员吹过。哎，董事长，好，我讲一下啦。哎，我会议说明一下了哈，会说这个刚刚大家签过的哈，就要打个公开机嘛哈，为了节省时间，不必再重复哈。那我在这边再念一下，因为这个刚才有念，而且大家也签名。第三点哈，请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落实沟通。这里面有写，所以讲那句话，咱都下来啊，这嘛迈过，这个都迈过前轮啊啦吼，大家拢签名啊，好，啊，不该沟通唔能走避哦，哦，好，系啦啊，行政部员辛苦一点的好不好？啊，像就是委员哈，跟党团都要沟通，然后也请我们这个所有的立法院的各位委员哈。嘛，卖我讲找个南岛去，找个岛，在立法院内部哈，可以啦，好，办公室就好，可以啦，好不好？好，好，安尼这都卖过争论啦啦，好，好。好来，那现在呢？现在刚才钟嘉宾委员提议的，那大家没有意见，那就是并在星期四一起协商啊，好不好？好啦好啦，安尼，迄个都免买便当啊啦。我提案一下，好，请行政部门看到国民党，现在马上跟他走，去跟他走，马上跟他沟通。嘿，马上沟通。安尼，迄个，赶快拿出来。安尼就是会议告一段落哦。好，因为这样对行政部门也比较好啦，无恁就都要解安尼顾，所以我们就这个礼拜四哈，继续协商。那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几点？好，拜喜归降。拜喜有下，对不对？拜喜有下，有下。归降。拜喜。协商结论来对了，归降。拜喜归降。下午。我下，那你上个点啦，下午。可以了，我协商先，我快点被归降啦。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礼拜四早上6点哈，不要跑啊。